诗篇105篇第15节说：不可难为我受高的人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无论你杀好种和不好种所收回的，如果是对受高者的话，好种是劲到你想象到，但是坏种是你根本用十条命都承担不到，是直成承担不到。所以你会见到为什么 我自己会这么小心这么战兢去对待受高者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你只可以容许自己杀好种，如果你杀不好种的话，其实你承担不到，你用你条命承担不到。旧约很多经文是这样证明，而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理解不到。所以我们曾经提过一个很有趣的个案，现在重提你就会明白了。审判是来自杀种，就是我都提到，就是为什么以扫要灭族，因为他的弟弟是雅各嘛，就是这样而已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喂，我们都会有很多弟弟的，我们对他这样做我们从来没什么事，因为他的弟弟是受高者嘛。这个不就是疯狂，但不是受很多高，这样都够了，都很够了。何况你现在得罪全人类里面随时有史以来数一数二最受高者，你讲一句恶言，你都用你的生命承受不到，用你整个生命都承受不到。所谓承受不到，就是你怎么都送不回，你已经送不回，因为你怎么都一定要收的，就是那个你杀了那种。但我对他好过讲过他好过都不够。所以我们成日都提啦，就嗰班走咗嘅，佢如果有自知之明，佢走嘅时候都话自己衰啦，讲俾人听。但佢将个站赖喺我度，哇话我洗人脑啊，话我乜乜啊，话我邪教啊，或者话咩啊，哇！佢用永恒去承担呢样嘢。佢直情一个人啊，承受十个人嘅地狱啊，喺将来。你谂啊，几疯狂！你搵你都冇搵过，你闹你闹你阿爸阿妈，我理得你闹埋你。新翻嗰间教会个牧师师母都好啦，你唔好闹我啊嘛，系咪？即系我都帮唔到你，我直情帮唔到你，因为个原则系神定嘅，我只能够讲俾你听嘅啫，系咪？你好多离开之前都知道撒种嘅定律系真噶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佢哋都知系真嘅，系真到真都冇咁真噶喎，系咪？但系竟然佢转个头，仲要系撒咁狼狠毒嘅呢一啲种。因为点解？因为佢喺度嘅时候，大家都知道啊，祝福神嘅受膏者啊，啊祝福边个边个啊，啊因为佢系神嘅受膏者，我哋会一定会得好处啊，成为领袖嘅良衰，系咪？我哋都识讲呢啲嘢噶，啊！但系一转头嘅话咧，你经历过嘅嘢唔系假嘅话，你竟然将佢反方向去做，边个咁恨你教你咁做啲咁嘅嘢？边个咁恨你啊？哦，因为我接触咗走咗嗰啲坏学生，咪就系咯，咪就叫你唔好接触佢哋咯。明白嗎？即是為什麼我有時很多時候叫、你們不要接觸這些，因為有傾向那個人一定會跟你們訴苦，只要他訴苦你又跟他說，你就叮吧，你用你的命都承擔不到，明白嗎？所以教會就說，就是說、這些人走了之後，他們正企硬，走的時候企硬了，一定是入錯，那就叫你們不要接觸他了、好，那些人照接觸，那我都放棄，可以放棄。因為為什麼？因為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，但是那个人企眼不断说我的坏话，然后你又跟他一 group 的话，你说什么都没用，你死硬，那人用一生你都不能够承担到那个 curse， 是不是？这个来说的是很简单的加减乘除的一个理论，是很简单，因为你曾经学了几十年正面的用法嘛。如果我告诉你反面的用法，是人都知道，无论你杀种，你梗系杀喺好嘅心田啦，你梗系拣受高者嘅杀种啦，系咪？好啦，而家得罪咧，佢系拣受高者先得罪，佢都黐线噶。所以我台上都曾经讲过一样嘢咧，就系呢啲人咁黐线，就系佢哋走嘅时候，好多时因为我身边嗰啲吓，即系全职啊、队一啊得罪佢啊，或者一啲正因为阿子明走啊，有啲系因为权威走，走咗之后佢哋针对我，我谂下我。你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你走，我直情我都不知道根本你因为走，你走的时候你走去攻击我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我因为指名走，因为权威走，你走来攻击我，你攻击权威你都没有攻击我，阴公，你将那个攻击那种的那种的破坏力增加不止10倍，我跟权威对比的话，你攻击他得的咒助和攻击我得的咒助是没得比的，你知不知道？
是完全冇得比的。你想想那些几低能的，即所以我咪台上话，即呢啲话真系咁低能。你揀你都揀过吓，你最好如果权威使你走，你揀权威嗰只猫会攻击，咁呢个伤害力系最低。你千祈都唔好攻击权威，你揀权威种嗰棵树去攻击，或者佢门口嗰棵即紫荆花去攻击，你都唔好攻击权威嘛。你仲要揀权威嘅师傅去攻击，真系我又冇得罪你，我直成你走我都唔知啊嗰个礼拜，哦，然后走嚟攻击我。我仲要带一大班人走，其他牧师都跟住我攻击你啦，又话咁啊咁劲啊！呢个我觉得真系好正，因为我就好多时，因为我冇咁细致解释啊嘛，同你哋，因为呢啲我就私底下同神倾咁多年当中倾出嘅答案，即系我亲眼睇见嘅，即系神俾我睇见。因为记住，撒种嘅 key 咁详细嘅教导系我教你哋，唔系你哋谂出嚟，明唔明？你哋亲眼见过去 work， 你见系祝福嗰边，我不断教。但是生命记咪讲话祝福那边和审判那边是一致的，两边是一致的，你依然可以有杀出几大的祝福，那边就可以杀出几大的咒诅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祝福受膏者定是去妄言受膏者呢？那个是很可怕的。那好了，那用我们这个概念去看整个旧约，你就突然间明白了里面讲的东西，你就明白为什么神是，如我所说，神可以用一个人去让一个国家灭呢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基督嘛，他就是受膏者。哇，你跟他讲这句说话还说，但有些人 我们的子子孙孙没事，因为他爸讲了那句，他的血归到我们的子孙头上。就是这一句，他对其他人说，他一只野狗啊、生疮啊、辣痢啊、生肢狗说呢，没事的。他对主耶稣钉在十字架说，咁佢害埋佢子子孙孙，冇噶啦，佢哋可以绝后噶啦，佢跟住所有子孙死硬啊！你知唔知道？系啊，死硬噶啦。所以变咗喺以色列嚟讲咧，当时一段千万计嘅人，但系到今日活喺呢个世上嘅，今日去到二千年后今日啊，活喺呢个世上嘅以色列人都唔多得过香港人。你谂下，死咗几多以色列人系绝种啊？即系佢净灭族啊！他们那些圣事留不到下来，现在有的还少过当时主耶稣时代，就是因为他这句说话，他没有子子孙孙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，因为他是最受高的那个，神摆在那个时代，应该他们最开心，但他们最妒忌，最惹起他们那种肆无忌惮的心，是不是？善良嘛，主耶稣，是不是？但是岂不是我大家都看到，在日华的侍奉当中，有几多人是肆无忌惮？他在石安的时候就很尊重我，态度会让到，因为值得嘛，因为我真的祝福他，是不是？一走的时候他肆无忌惮，觉得啊，即好像等于离开石安，世上没有恩高，世上没有神一样，是直接是这样度过。但他揀了，起码啦，起码他有生之年接触到最受高的人去杀一些这么恶毒的种，他死更，他根本是承受不到。诗篇105篇第15节说，波难为我受高的人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崇拜献上恩品，乐于赞颂神，诚意尽诚所献奉赤心，卸下前虑放开悲愤，到达神宝座前叩问，盼上帝垂怜到人，期望进到主圣殿下拜，求可跟我主靠近，垂情悔疚，恳请你洁净赦罪，诚实献奉我心，全敬畏，请我主顾念怜悯。洗清悲与恨，除去伤感，全然给我粉兵更新，战敬走上主圣殿崇拜，遇上万里与主心贴近，进入荣耀殿里，见我心中震撼。